为什么哈达与瑜伽基础是 LifeSpace 必上的课程？因为这两个课程都是偏向于要去把你的基础打好，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有系统的，并且用一个安全的方式帮助练习者去达到这个要求。在基础课程，我们会把体式拆开来，来帮助学生可以练习体式。当你有稳定的练习基础课程一段时间，然后也熟悉老师们的口指令，呼吸也可以调节到比较稳定，就可以建议你可以尝试哈达的课程。哈达的话呢，它是一个慢慢去正式去体会到阿萨纳的练习的课程，那它可以透过老师练习背景的不一样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且是有系统的、有主题性的练习。在瑜伽练习中，为什么那么强调呼吸的重要性？因为呼吸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息息相关，所以当你憋气的时候，你就会过度启动交感神经而无法放松。在瑜伽的练习，我们很强调身心的平衡，所以练习当中也会特别强调呼吸的重要性。即便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练习者，你往往还是能够从这种比较偏向于基础的课程再次去体会到所谓基本功的重要性。